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英文实用单字啊，这些字都很实用啊，不管你的英文程度是好还是不怎么样，但是呢，有很多的很实用的英文单词就是没有记到啊，就是漏掉，各种原因漏掉。当然了，程度好的人呢，这种漏掉的实用字就相对会少一点，程度差的这种字就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看外国人的文章啊，如果他用的很艰深、很偏僻，不认识就罢了啊，就算了。可是就是这种啊，很实用的字啊，就你又不认识啊，结果查字典或者知道意思以后就很呕啊，这个字这么实用都没背到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使用的时候啊，因为你看人家写，你可以查字典嘛，可以问人嘛，可是你自己要写英文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嘛。那这怎么办？你就想中文是什么意思？你要找一个相对，你就想不出来嘛。字典怎么查？啊，问旁边有人问，人家不一定知道。问老外，你说中文什么意思？老外听不懂啊。而像是车长啊，现在不一定有啊。像公车的一个司机嘛，投币式，以前有车长售票的，还有乐队指挥啊，还有导体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半导体嘛，啊，半导体像细啊，细。半导体啊，可是导体就是金属嘛啊，这些字都可以用英文啊，都可以用英文啊 ，conductor 来表示。我们待会再细讲啊。所以 conductor 可以是车长啊，以前都车长小姐嘛，乐队指挥嘛啊，导体嘛啊，就导电呐 啊，不止导电呐、还要导这个光啊，热啊这些能量。那五彩。这是什么意思啊？像外国人结婚的时候，影片上、电影上可以常常看到嘛。啊，这个新郎新娘啊，走下来出现的时候，哇，客人啊就丢五彩的碎石，很碎啊，就往天空上撒，这样两个头部上往撒，表示庆贺的意思，那叫五彩碎石啊，碎石啊 ，confetti。那心腹嘛，我讲心腹爱将嘛，心腹的人嘛。可以跟他讲秘密了啊，这个有些家里的丑事他也知道，自己的好事坏事比较多嘛。像做官的啊，就是他的司机嘛、秘书嘛、总务嘛啊，这三个 confident 啊 ，confident 啊，他的重音在第一这边 confident。我们说没收啊，把你的财物啊、把你的钱呐、把你土地啊、把你房子没收或者要充公 confiscation。Confiscation。那孔子呢 ？Confucius。那说孔子应该讲孔子、孔子啊，怎么会 Confucius 啊？你说孔子啊，名孔丘嘛啊，这也不是 Confucius， 跟孔丘好像不太一样啊。你说字仲尼啊，孔仲尼这也不像啊，因为这个当初啊，外国人到中国啊，孔子有名，他说我们要翻成英文。那你们怎么念呢、那时候清朝的就说啊，孔夫子啊，孔夫子，啊，外国人就好孔夫子啊。可是孔夫子也不是 Confucius， 也就前面孔夫就孔夫啊 ，Shus 不是跟发音无关的、就是他把罗马化啊，拉丁化啊，罗马化就变 Shus 啊。这个你看嘛，这希腊罗马的人很多名都是什么 Shus 啊，所以他就是前半段是。孔夫，那 shit 啊，有一点点子的音啊，啊，但它是罗马化啊，那为什么罗马化这个搞不清楚？我们说充血，脑充血啊，眼睛充血啊，啊，哪里充血啊？啊，就红红的嘛，脑充血当然看不到了，那人就昏迷嘛，中风嘛 ，congestion。那英文文法里面有名词啊、形词、形容词啊、动词啊、副词啊，啊，有连接词 conjunction， 就连接的意思啊，连接词啊，所以外国人为什么可以把句子、英文句子写那么长啊？一个啊就是连接词啊，连接词蛮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补语啊 ，complement 啊，这两个啊，接驳的交通工具嘛啊。就是那大飞机有时候啊接驳嘛，啊有一个像巴士一样把你接到这个飞机的啊下面坐那个走楼梯上去嘛，
啊，接驳的交通工具啊 ，connection。那 connection 就连接的意思啊，所以后来把它当成啊接驳交通工具，也可以当人际关系或人脉嘛。啊 ，connection 就哪些人跟你有关系嘛，啊、包括亲戚朋友嘛，啊、亲戚嘛，朋友嘛，啊、家人嘛，家人也不算，家人本来就是嘛，啊、就是啊，就说人脉啊，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办法啊？还是很有办法，人脉好也是有办法。啊，说这个很有能力啊，人脉、人际关系也是能力的一种嘛。这有人脉好做事嘛，啊，所以古代说啊，朝政有朝中啊，有人好做官嘛。我们说行家一般比较正式人，看的是啊，法文过来的啊，所以中文在后面。那一般比较常用就 expert 应该讲专家啦，或 specialist。那看的是比较是。就是像美食家啦、珠宝鉴定家啦、这个书法家啦这些啊，主要是讲这一类的比较多啊。我们讲言外之意啊、弦外之音啊，常常就叫 connotation 啊。当然不一定只有这个字啊，有时候想起来就写在后面啊，有时候没想到就算了啊，有时候有想到懒得写就算了，反正我们主要是按字母排序嘛。所以言外之意啊、弦外之音就 connotation。我们说征兵啊，啊，征兵跟募兵不一样啊，募兵就你要不要当都可以嘛，给你一定的薪水，看你要不要嘛。啊，征兵就是服兵役的义务啊，像台湾就是当兵是服役义务啊，美国就不用啊，美国就是啊，基本上就是募兵制啊，你是看你要不要当啊，谈薪水，也可以当征召，啊，征召就不一定当征兵了啊。那共事呢，我们说。我跟他或者我们一票人达成的共识啊，共识英文 consensus 啊，温室呢 conservatory 啊，温室的花朵嘛，啊，就是说不是在户外嘛，户外就是会雨淋嘛啊，温度也会变化嘛，温室啊，里面温度比较可以控制啊，这个在浇水啊，也控制，下雨可能用酸雨等等啊，温室 conservatory。啊，就是保存的意思，就这个就是保存的意思啊。但是很讨厌啊，这个字也可以到音乐学校啊，所以到底是温室还是音乐学校，看上下文啊。我们说这个很体谅，就是你要对老婆啊体贴一点啊，体谅体贴啊，就很温馨啊。啊 ，consideration 啊 ，consideration 本来是考虑啊，考虑嘛，你考虑的多就会比较容易体谅体贴啊。那国际的财团呢、啊？一般是讲国际财团呢、啊，它本来就是好几家公司组成一个像财团那样子啊。但现在一般讲国际财团比较多啊，可以收紧啊。我们直接也不用国际了，就财团就可以用收紧啊。但一般是像是啊，这个全球化嘛，啊，很多大财团都跨国的嘛，啊，阴谋分子或密谋者啊，这个人是阴谋分子啊，啊，或这个人跟。他们几个人啊，合起来讲对我不利啊，啊，密谋者 ，conspirator 啊 ，conspirator。然后星座，这个恒星嘛才会发亮，看得到嘛。那这个好几个星啊，大熊星座啊，小熊星座啊，仙女座啊，若干颗星啊，古代希腊人就把它连成线啊，好像一个织女的样子啊，像牛郎织女，好像仙女啊，好像大熊啊，好像北斗七星，北斗啊，就是舀汤的那个斗啊。Constellation 啊，星座。便秘啊，就是大不出来啊，就是可能水分摄取不够，还有比较粗糙，五谷杂粮吃的不够，就大不出来。Constellation 啊，选民跟选区啊，都是 constituency 啊，但是呢，当选区是没有问题 ，constituency 啊，当选民是当全体选民啊，你说个别的选民就 voting 啊，投票的人嘛 voting 啊。所以个别的选民就 voter 啊，整体的选民就 constituency 啊，所以 voter 可以有 s 啊，可以复数嘛。constituency 是叫集合名词，当一个整体就没有复数。消费者呢，或者我们讲 consumer 呢，就是消耗嘛，帮你消耗嘛，买东西就吃掉嘛，这个买家电也会用坏嘛，就消耗的嘛。消费者是 consumer。圆房现在已经几乎不用了，可是你说他学它干嘛？你看古书还是用得到啊，你不能说现在不用，那你就一辈子不要看古书啊！啊，所以中国的
简体是最大的麻烦，就你不要看古书可以啊，你看古书年轻人看不懂啊，就是到正体字啊，或者简体字看不懂啊。圆就是圆房，就是说结婚，我们叫行房吧啊，也叫圆房，叫行房。那古代就说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嘛啊。那说现在也有啊，就是基督教女孩子嘛，要守贞操嘛，也不能婚前性行为啊，结了婚当天晚上啊可以做啊，圆房开始，但是那些就完成了啊，行房圆房就是完成了婚姻的嘛，就灵与肉的结合嘛啊，轮廓 contour 或者 outline 都可以啊，所以这些字都蛮实用的啊。我们看看例句啊，像 conductor。啊，分别可以是啊，车长啊，一般女的多，车长、交警啊，乐队指挥、导体啊，导电、导光、导热啊，这些。The conductor, the streetcar, collect affairs 啊，这电车啊，台湾没有电车啊，中国大陆以前有嘛，上海你看古装都有电车嘛。电车的收长啊，车长啊，电车的驾驶啊，另外一个车长就在火车上嘛。啊，这个列车长就叫兼售票员嘛，啊，那个要查票。这电车上面的车长啊，要是向我们收取啊，费用就是车费啊，它是费用的意思啊，一般是车费比较多啊。collect 就收集嘛。Who is the conductor of this orchestra? Orchestra 就乐队啊，一般是指管弦乐队啊，也就是说是比较有规模的啊，有规模的乐队，我们一般叫管弦乐队啊，这个管弦乐队啊。就是西方那种啊，管弦乐队的指挥是哪一位啊 ？Copper is a good conductor of heat 啊，铜啊，就 copper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导热啊，导热的啊，就是导体啊，就传热很快啊。所以你说，温度夏天啊，或者火在烧啊，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有些嘛啊，这个就是比热。我们叫比热嘛啊，比较高比较低嘛啊，像铜啊，稍微烧一下就烫死嘛，金属就比较烫嘛啊，木头啊啊纸啊布啊就比较传导就比较慢嘛，所以铜这种金属的比热就比较高嘛，稍微热一下你马上就烫到嘛，有些东西啊，棉被啦、衣服啊，就隔比较隔热嘛，到比热就比较小。Confetti 就是五彩碎石啊 ，The wedding guests threw confetti at the bride and bridegroom。这个婚姻的宾客啊，参加结婚典礼的宾客啊，丢啊扔纸啊就丢往上啊往，也不能乱随便往上，要往新郎新娘的头上方啊丢啊，就是五彩缤纷掉下很漂亮，表示祝贺的意思，就是丢下。新娘啊，新娘是 bride， 新郎是 bridegroom 啊。那为什么新郎要丢一个 groom 呢？啊 ，groom 本来是马夫啊，古代那个照顾马的马夫啊，不一定是骑师啊，骑师归骑师啊，啊，骑师不一定照顾啊，有的骑师接马夫啊，啊，有的比较有规模的、啊，骑马的是一些人啊，照顾马的也是一些人啊，也可以是照顾的意思啊，所以 groom。名词就是本来就是马夫的意思，也可以后来也变成新郎啊，新郎单独用 groom 也可以后来变啊，动词就照顾啊，本来是最原始照顾马，后来也不一定照顾马，照顾什么东西都可以，字都会变，也就是新郎字面上什么就是照顾新娘的人啊，新郎要照顾新娘啊，男的要照顾女的吧。一般还是男性社会，假设讲男女平等，不可能嘛？女人生小孩，男人就不能生，男人力气天生比较大嘛，比较外向，男女也别嘛，怎么可能平等啊？就是法律上平等啊，但实际上不可能平等嘛。男的跟女儿打，女的怎么打的？就照顾新娘的人啊，就新郎。Confidant 啊，心腹。The mayor's lawyer is also a friend and confidant 啊，就市长啊 ，mayor 啊，市长的他有。请了一个律师啊，他也是啊，也是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啊，因为朋友嘛，刚好也是律师嘛，也是他心腹嘛啊，就是啊，比一般朋友啊，又是他的律师啊，他本来是朋友，刚好是律师，请他当律师，又是我的心腹，自己也什么都可以讲。
啊，没收或充公啊，不管没收钱啊、土地啊、财物都可以。Confiscation. The farmers demonstrated against land confiscation. 啊，这些农夫啊 ，demonstrated 就是抗议。但他本来的意思啊，也不是抗议，本来是示范啊。所以我们说啊，给那歌手啊，新歌给他唱啊，先找一些人会唱歌给他，就是叫做那个，好像叫什么，叫小样还是大样啊？就先给他那个听示范带啊，怎么听啊？他怎么听一听啊？就示范的意思啊 ，demo 是示范，后来变成啊抗议。游行抗议这些啊，这边是抗议的意思啊，就抗议啊 ，again 就是对抗啊，就是抗议啊，这个土地啊被征收啊 ，Confucius 啊，就是罗马化以后变成 Confucius 啊 ，Confucius 啊，就不是孔夫子啊，本来是它就是原型就是孔夫子啊，这罗马化以后变 Confucius。Confucius wa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teacher and Chinese wisdom.孔夫子是古代中国啊，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家以及老师啊，至圣先师嘛。那为什么哲学家呢？创立了儒家嘛，也不叫儒教，他不是教，不是宗教，儒家嘛，哲学嘛。他以什么闻名？充满智慧的，所以肯定是这样过来的。那同样的，像 John 啊，应该是翻成强嘛，穷嘛。怎么翻成约翰？这样跟约翰不一样嘛？啊，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欧洲人啊，那时候美国人去的比较少啊，名字叫中文叫约翰啊，为什么会翻译成约翰？因为老外他就告诉你，我的名字叫 Johan 啊，真的叫 Johan 啊，英国现在很多也叫 Johansson 啊，我们还是翻成 Johnson 啊，所以清朝人就把它翻译成。约翰啊，后来美国啊就比较没有约翰，就念John啊，美国就把念成John，所以这个欧洲人发音啊，英文的发音啊，本来也是从法文意大利过来，这发音就不一样了。像 congestion 是充血啊 ，my son suffered from congestion of his brain， suffer 就受苦受难或者罹患什么病啊，我的儿子啊罹患了。脑充血，脑部充血，看不到，危险。外部充血，外部流血，外伤嘛，啊，好医嘛，因为看得到嘛，可以早点送医嘛。脑充血，啊，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嘛，可能头昏眼花嘛，啊，这个容易晕眩嘛，啊，或者一开始不会真的晕啊，就常常觉得脑袋昏昏的，那就是里面出问题了，可能流一点点血，可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啊，等到有血块了。或流血多，那就完了，就中风了，就真的昏倒了，不省人事了，送医来不及了啊！这些，所以身体啊，只要持续不对劲，你说偶尔一下不对劲就没了啊，那就算了吧。啊，当然有钱人就还是不行啊，赶快去检查一下啊。但是如果持续的有一些状况啊，那就要最好去早点去看医生。那因为你持续发生的，不一定是一直发生不停。而是啊，现在发生了啊，过一会儿一下子头晕了、晕眩了，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眼前一黑了，啊，觉得天旋地转了，啊，待会又没事啊，可能过节又来了，就要赶快去看了。他等于给你报个信。Conjunction 连接词啊 ，In English conjunctions include and, but, or, so, that, if, when, since, because, though, etc. etc. 是拉丁文啊，就意大利的古代的。文言文啊，一个赛事就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是连接词嘛啊，但是连接词最麻烦就是它有对等连接词跟重组连接词，也就是像 and、but、or 啊这些 so 啊这些是对等连接词，就是非接触句，像 that、if 这些后面就是啊重组连接词，它后面是连接词句啊，那接触句就是说不能省略啊，词句可以省略啊。就是不省略的话，有子句就比较啊讲得清楚一点啊。接驳的交通工具啊，可以用 connection。At a local train, translate amidst
connection to London。这边 as 是非常复杂的，也可以当如同啊，跟什么很像，也可以是啊虽然啊啊这些。这边是因为就等于 because 啊，因为呢啊当地的火车啊误点啊迟到，所以我错失啊 miss 可以是想念，也可以是失去啊错失，这边错失了我的交通通往伦敦的交通接驳的工具。啊 connection 也可以当人际关系啊。人脉 ，He has connection with many important people 啊，他跟很多重要人士啊都认识啊，有这个人脉啊就好办事嘛。啊，行家啊一般是 connoisseur 啊 ，expert specialist 可以 is a connoisseur of modern art 啊，所以这一般讲一个艺术类的啊，或是美食类的啊这些啊吃喝玩乐东西比较多啊，我们就讲鉴赏家了啊，鉴赏家。那 expert 就是专家 ，specialist 也是专家啊。啊，他是现代艺术的，看的是专家啊。意外言外之意啊，弦外之音啊 ，connotation。啊 ，gluttony and filth 啊 ，connotation is a pit 啊，就是 gluttony 就很好吃啊，啊这个字难一点，好吃啊，贪吃啊，还有 filth 是很脏啊，弦外之音就叫猪啊，猪啊。有贪吃啊，猪八戒啊，有脏啊。Is aware of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the word politician 啊 ，aware of 就很清楚，他知道这 politician 这个单字啊，它的负面的弦外之音嘛，就是讲话不算数吗？啊，上跳票吗？啊，利益输送吗？喜欢贪钱吗？啊，喜欢胡搞瞎搞吗？言不由衷吗？啊，这些。或者墙头草嘛，善变嘛，叫政客，他的精神。那一般相反的啊，这有为有守啊，很有原则家 ，statesman 啊，政治家。啊，我们说征兵啊，一定要服兵役的这个义务啊，权利跟义务不一样嘛。啊，权利是你可以做可以不做嘛，义务是你不做的话就受处罚嘛。啊，征兵的conscription 啊，或征召也可以。Some people oppose conscription during the war. 啊，在战争期间呢，有些人反对征兵，什么人呢？啊，基督教啊，你怕死，一般也不会怕死嘛，怕死很丢人嘛。你说因为我怕死不当兵丢死人嘛。可是有的义正辞严呢，他就反对嘛。那反对的就宗教嘛，宗教反对杀人，当然有道理啊。可是当然也没道理啊。啊，为什么进一步想啊？宗教也不能脱离人嘛，啊，因为信宗教是人嘛，啊，你就剩下一道和尚就好啊。所以或者讲玄一点，就是说战争也是一种天象，也是神准许的嘛啊。但是你不要故意去杀啊，俘虏你不要杀俘虏，就是作战的时候啊，这个还是服第一天使啊，作战的时候杀了就杀了吧。不然的话，你不要杀生，那你如果你就不要连蚊子、苍蝇啊都不要杀，那很难的。Consensus 是共识啊 ，the two partie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啊，这个 party 很多意思啊，一般是宴会啊、派对、聚会，也可以是政党啊，也可以是法律上的两造双方啊，这两个政党呢达成了共识。Conservatory 是温室，就是一个像室内啊。在室外啦，就搭一个啊，有时候是有固定建筑物啊，有时候搭个像帐篷那样子啊，就是雨啊、风啊、雨啊进不来啊，阳光当然也透嘛，因为它都是透明的嘛啊，透明塑胶布或什么的吧啊，就是温度比较可以控制啊。He gave his son flowers from the conservatory 啊，他给啊，难得他给你的他一起从温室啊里面摘下一些花啊给他。啊，体谅体贴 consideration， 那它形容词呢？体贴的啊，体谅的啊，就 considerate。She stayed home out of consideration her mother 啊，她待在家是因为啊，她体贴她的妈妈啊。本来人家约她去跳舞啊、唱歌啊，啊，但是因为体谅她妈妈，可能年纪大了，她寂寞啊，或者身体不好啊，也出于体谅，所以她就待在家啊。Consulting 就财产嘛，像一般讲国际财产。The new Airbus was developed by European Consulting 啊，美国最大的波音嘛，波音公
公司嘛，这个啊民间的还有军方的啊军方的战机嘛，民间的这个波音啊737、747等等。啊，那另外一个大就国际上欧洲的啊，就空中巴士，讲是讲法国了啊，但是法国为主啊，它其实是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啊、国际财团啊。这新型的空中巴士啊，就是以法国为主，就欧洲的啊，是由欧洲的财团呢、啊、所发展出来的啊。阴谋分子啊，密谋者叫 conspirator， these conspirators plan to blow up the White House， 对不对？啊，这些阴谋分子啊。换一个计划，名词也是计划，动词计划，要炸掉 blow up 就炸掉白宫，但失败了。Constellation 星座 ，We can see several constellations in the sky at night with a naked eye。啊 ，naked 就是 naked 就是没有穿衣服的裸体。那这个没有穿衣服的眼睛什么叫？我们叫裸眼嘛，啊，就是说你没有借助望远镜嘛，没有借助眼镜嘛，啊，就是。用裸眼看啊，一般是指没有用望远镜，就是没有用望远镜的裸眼啊，裸体的裸。我们在晚上啊，在天空看天空啊，就看到好几个星座啊，不是好几个星，不是好几个恒星啊，而是好几个恒星变成一个星座啊。当啊，你看那个星座图，它用线连起来，但是你看天空没有星座嘛，那要用想象把线连起来。的星座啊，猎户座、半人马星座、仙女、仙女座一堆啊。这个 constipation 是便秘啊，就大便出不来啊，缺乏水分啊，或者很少吃那五谷杂粮。It should increase your relative intake to prevent constipation. Intake 就摄取啊，或摄取量啊，就是食物的摄取。这些relative 就比较粗糙，就五谷杂粮。你应该要增加五谷杂粮比较粗糙纤维的一些食物的摄取，以防止便秘。选民跟选区都是 constituency。因为 about 36,000 voters in that constituency， 个别的选民要 vote 者。就是说在那个选区啊，这边选区有36,000个选民。The senator sent a letter to his constituency。就是啊，这个参议员啊，美国众议参议员众议员嘛，众议员是每个州两个嘛，参议员是每个州两个嘛，就像古代的贵族院嘛，上议院嘛，众议员就是古代的下议院嘛，平民院嘛，看各州大小嘛，加州、德州就纽约州很多嘛，什么小州啊，罗德艾伦啊，罗德岛那就很少嘛。这个参议员啊，给他所有的选民啊，都寄了一封信啊，就等于公开信。Consumer 是消费者，这 consumer should be well protected 啊，就消费者需要好好保护起来，因为他比较弱势嘛，资讯比较少，对台湾消基会嘛，消费者保护基金会嘛。Consumation 就圆房啊，新房。The consumation of the marriage took place at a hotel during the honeymoon 啊，就这一对啊，新人吧 啊。他们啊 ，took place 就是在哪里啊，在旅馆啊，就他们在旅馆度这个 honeymoon 就是蜜月嘛，然后行房完成，行房就完成结婚嘛。啊，结婚前面是一个仪式嘛，可是要男女结合嘛，才完整嘛啊，就叫行房。Contour online 就是轮廓 ，the contours of body very beautiful 啊，就女的她的身体啊。身材的轮廓非常漂亮啊，浓纤合度。We can see the contour of the coas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岸啊 ，coast 海岸啊，海岸线嘛，这个曲曲折折的嘛啊，从飞机上啊，卫星上可以看到，从高往下看嘛，在飞机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海岸的海岸线整个轮廓啊，这一集讲这个。